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库利，我现在在泰国曼谷，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泰国疫情的状况。泰国现在每个人都要量体温。哇，现在真的是经历了地铁站完全没人，地铁里面人少得好可怜。泰国地铁是间隔形式的。感受一下平时人满为患的火车夜市的这一站。大周六下午，所有地方都不开门。来感受一下。我要去超市买点东西，所以我现在跑超市了。所有的餐厅都只能外带或者叫 Grab 外送。看一下，全部关掉了， Food Lane 都是关的。OK 啦，进到 Big C 里面了，非常严格限制进入。超市里很多区域都被封上了，只有特定的区域是可以买的。那衣服类全是被封上。现在泰国的公寓里都是每个小时都要清理一下整个电梯，电梯里面都写好了。连 lobby 的时间都变了，然后所有的泳池、健身房全部关闭。